你有这决心，那么离开啊？啊！刘姐，我家也有借的，拜托你啊！站起来！不准杀你！你喜欢对我行刑上场？刘姐，有英啊，阿丽奈来啊！有家己做啥物件无？杜强啊？无啦，阿是发生什么代志？你奈这紧张啊？是啊，杨英啊！啊，幼稚还未开始做身体检查，你是伫跟图啥货啦？什么身体检查？你把幼稚骗来遮，你是想要对伊创啥？幼英啊，你误会啊！阿兄真正是带我来遮做身体检查的啦。爸，误会啦，是你。你差一点就去有你有鬼骗去，你知无？是啊，有鬼兄，你放心啊，我啥物拢无讲啊。讲一讲来，一定有啥物话拢讲的。你，俊杰啊，到底发生什么代志啊？你奈对伊娘这么歹啊？爸，拄只伫电梯，我有听到医生要到护理师咧讲，伊讲囡仔有一个秘密的活体肾脏手术，是伊娘亲身开刀的。我就感觉奇怪，所以我就从你手术房。就看到医生，伊的衫已经换好啊，而且伊佮交代护理师，叫伊紧将你的人带入来。活体肾脏手术，医生，你不是讲要替我做什么无痛的肠胃镜检查？对，你想要紧甲这所有代志，向阮爸交代我清楚。Go！我小弟确实是要做换肾手术，无唔对啊。啊，不过我的身体里有自神心。做肠胃镜的检查，这样你也无用哦。啊，是讲恁爸伊嘛真有创意嘛，万一有这手术，可以选伫个健检中心的进行。啊，刚刚有啥代志是袂当讲的？啊，我是医生，救人本来就是我的工课啊。而且这个手术甲你也无关系啊，我无需要甲你交代遐济啊。你还佮知影你是医生哦？我的计划要明明啊，就要成功啊啦！苦人说好事不是带这群高兴囡仔来遮做动，安尼落去袂用的。我还是带俊豪先算只讲。喂喂喂，你要怎啊？要逃选啊？放掉啦，去变做袂用的。当然嘛袂用的。但你大事还袂讲清楚真相，你到位嘛不准去。我来约看麦啊。可是我若约了无唔对，你应该是要联合。这病院的人来偷看幼稚的药剂，对不？阿兄，敢真正是安尼？无啊，哪有可能啊？无这款代志的啦。一定，你拄只讲你要做活体换肾手术，那个表示一定有捐赠者跟受赠者嘛。什么讲你不挂上药剂后啊？这属于有这样像啊？陈一凡，因那规定人拢走来吃。好了，一凡，无需要跟你废话遐济，你别看就知影。俊，你林家，你想啥呢啊？李俊豪，俊豪，你哪天家？你唔够要求的呢，啊，俊豪腰子无好，袂堪要食的。你袂安尼欺负人啊！听你安尼讲，伊的腰子问题，安尼这属腰子就是伊啊。哦，这代志拢连起来啊！他之前湘美讲俊豪有先天性肾脏遗传疾病，所以伊来拜托腰子关腰子和俊豪，阿公唔答应，所以你有鬼，即马换你来用骗的啊！有鬼。代志敢真正残局有你所讲安尼？你之前有嘴讲无乱，叫我来这做身体检查，就是要骗我药剂，要关我俊豪是无？啊，药剂啊，啊我根本就唔知影哦。啊俊豪的药剂歹去啊，需要一个好药剂啊。啊我带你来这真正是来做健检的啊。哎，撞到俊豪啊，我嘛想袂到安尼才拄好。哎呀。
相信有这么多好的事情啊。刘贵啊，哇，你这个老气的，敢真正有这么多好？哦，在病院贵宾室咧啉下午茶，我看恁爸面是约好的啊。那你刚刚后边乱讲啊？我什么你后边乱讲？我之前去钓恁爹咧偷来暗皮的相片哦，已经做明显的，恁绝对有咧做伙的。紧给我放开哦，要哪无，我就告你性骚扰。不让相信。李有贵，你讲，是安怎吴湘美甲俊豪会出现在这？嗯？嘿，湘美是俊豪的妈妈呢，啊妈妈带囡来陪伊看医生，这真正常啊，有啥物好奇怪的吼？就是讲啊，啊这间病院是恁开的哦，我母仔囝敢袂当来？我问你，你甲我老实讲。俊豪来家是不是为了我游记是有关照哪里关心家是向你讲是我是你我听你的话呢医生打电话真抱歉啊因为各自法的关系所以我不能跟你讲哇要跟我说法律是不是这样真好姨，赶紧报警，看警方安怎处理这种哦违法动手术的代志。啊，太麻烦你啊！阮小妹是警察啦，我靠，一定会叫伊来紧啊。等下啊，阮病院无违法啦，因为阮的手头有李有志先生签的肾脏捐赠同意书。伫遮。您看，这顶面有李有志先生的亲笔签名，伊是李俊豪的爸爸，符合捐赠规定。李有贵，你竟然跟病医串通，向我签这同意书！哎呀，什么我骗你啦？啊，你是堂堂一品的总经理，咧签文件的时阵，拢无看好上者就签名，这要怪谁啦？我哪会知影你签那个同意书内面啊，有啥物嘛器官捐赠的同意书啦？李有贵，你莫搁假啊！我看你根本就是为着李俊豪，要骗我爸有志向无？敢真正是安尼？是啦，不是啦。吴湘美，你有话不讲？你讲。阿老婆，我绝对会追究你母仔囝的法律责任。这拢是因为你伫走动幼稚，关幼稚和俊豪，我真正是想无办法啦，唔才会安尼做的。阿俊豪也多囊肾，即马哦，真有可能会变成肾功能衰竭。啊！卡叔讲，若是无卡紧换药剂，伊一世人都爱洗药剂才会当过啊，你知无？玉姐，俊豪伊一出世就有这种病，你敢会当代人讲，伊做你二十几年的囝，即马嘛干那你会当救伊？我敢会当拜托你，拜托你换药剂给俊豪，安尼俊豪才有一个健康的未来，等我救你好无？妈，我母仔囝甲你跪啊！哈，俊豪，紧跪！有志啊，我嘛甲你跪啊！啊，俊豪，嘛算是你亲手栽培人才啦。敢讲，你认真去看俊豪，安尼哦，这有志都过一世人。我知影你是一个哦真惜情的人，所以你到今嘛还袂晓去欢迎宗子甲俊豪的亲子关系，你哦就好人做到底啦，好无？阿伯啊，你当时甲李俊豪感情遐尔好啊，竟然为着伊狂百鬼？啊！因两个都拢做伙啊，伊当然嘛是社会脸盆啊，甲俊豪当作家己的亲生后生。对，代志无这么简单。李有贵，我还记得以前恁妈妈就是因为多囊肾过身呢。
这是遗传性的疾病呢。敢讲你个俊豪，伊就是你。唔是啦，你卖胡白想啦。这多囊性的肾脏病哦，在咱台湾哦，嘛无算是什么罕见的遗传性的病啊。起来啦！无所谓，对这无情无义的柳子啊！我白白嫁你十几年的爸爸，伊从来唔捌疼惜过我，无所谓求伊啊！赶紧起来，拢起来，爸妈！水灯，你拄则是不是叫你去叫爸？是啊，你有啥问题是？你有鬼就是我的爸爸，我的多囊肾就是遗传给我的，虽然我是讨厌伊，也不过伊为着我，啥物代志都愿意做，伊甚至连你有一个儿子，伊嘛敢摕，你有问题是？俊豪，你看得到爸爸对你的用心？对爸爸来讲，还比着教。我就爱你，吴湘梅，吴湘梅，原来你早就知影，俊豪真是爸爸是你有鬼。你当初是你是安怎讲？你是在酒吧去用性侵才有俊豪的？你实在足可恶的你！你竟然打我！我打你又安怎？你这恶毒的查某人！你竟然带你甲朋友鬼死的囡仔来阮家，破坏我的家庭，毁掉我的人生，甚至……害我到我的骨头！吴小妹，你真正够卑鄙的！你竟然用李有贵的身世和心来抹枪，想要夺走我李家所有一切！你妈好气你妈！哈！吴瑶瑶啊，你多大就好啦！阮囝叫李有贵老爸，根本是人渣倒爸啦！来看到委屈了，你唔该上委屈啊！李有贵，我替了咱这辈兄弟征婚，是主动找你来拼，结果一直辜负我对你的信任，甚至连咱这间乌心的病院全骗我游戏，你真正是有够可恶！干！敢吵清楚！这么多年来，我上注重的就是亲情。就算咱之前有啥物无欢喜，我拢无跟你计较。啊，不过就是因为我忍心，才了害我家己阿公阿妈拢无命。所以为这么开始，我袂去存论啦。你若想要骗我有这代志，我绝对不只跟咱就当面耍。有意，慢点。李有贵啊，这钱真嘛是足无路用的，啊，叫我们拍一拳，都安尼倒倒去。放心啊，这件代志你哪不管安尼啦？我有资金要搬去啊，看变做最好啊。俊豪，咱等一下再讲啊。俊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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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夕，赶紧给我好死！
应该是药剂毒素伤高，我先安排药剂。好，来，等一下。